小巨人张伟胜出身棒球世家，是旅美好手张敬德、张玉成及富邦悍将张敬龙最小的弟弟，但棒球路却不如哥哥那么顺遂。曾是棒球逃兵的他，在家人鼓励下重拾球棒。国中毕业以后，有一段时间放弃了两年棒球，因为外面生活不好过，不想放弃这个棒球梦，我想靠我的双手双脚继续打下去。张伟胜拥有一双快腿，原本是中外野手，高二时在三哥张玉成的建议下加练游击，守备方面也展现出不错的天赋。他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手啊，对啊，他只是缺乏一些自信心吧，对吧、啊？他有时候会打不好的时候会跟我聊啊，就跟我讲一些就是要怎么打，要怎么守，超一遍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手。张伟胜在国飞火车模拟选秀会上受到耿国轩第一指名的青睐，这次选秀会他希望追寻哥哥的脚步，在职棒场上发光发热。